时隔20天，哦，20天还是21天呢？终于有书了哈。嗯，刚好那天解封前一天，我们去借了书，然后就他还差一本语文书，搞得这几天一直书都不知道长啥样哈。嗯，走，先拿书，只要发通知了，就拿书走。Let's go。那应该是一个班级一个班级错开的，小妞子还没发通知，还在听网课。你看，就这样子听的，让我怎么能忍住不打他？我听完了，我的手都蠢成这种，这么多棍子。我全部都听完了，我分分钟就飞个棍子，你在听吗你？嘿，这个扫把也是他打烂的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最好把谁打的根本就不要冤枉我，一天又冤枉我。是他呀。等下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最好把这个作业全部会做哈，别听完了一个题目都不会做，搞得好像在我在读书一样。你就这个样子，你说让我怎么忍都不打，说了半天没有，无动于衷。先跟他去拿书哈，你帮我看着一点，听到没？就在这对面，让他自己去，我在这里等他。让他自己去拿。还没开门吗？开了怎么还不进去？应该还要等一下，我先回来了，偷偷看一下我家小妞。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我不让你看着你妹妹吗？人呢？他人呢？你看你写作业，我才走多久啊？一个字都没写。你看你写作业真的是，要人要坐在这里不停的看着你，快写。你看这上网课上的，把这个旧手机都翻出来给他用了。题目抄题目都天天都是我给他抄的。你可不可以做好一点？我看着你什么我都想发火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谁写作业这样写的？拿个书垫在这里，坐在上面。你再这样子哈，就好像那种。这种表情，这种不耐烦的样子，我又拿棍子对着你，我跟你讲哈，快点写。大女儿也去了，你们老师也发信息来了是吧？快去吧，快去。你怕什么？我就看到一条哎，哪里有四条啊？喂，还有个高数个颜色，他们在你这一块看不清，我就看到这条红色的。哇，一群。哦，我看到了四条，哇塞，五条，哎呀，一群鲤鱼在里面，看到了，你这个鲤鱼我已经拿到了，你书拿到了，看见，哎呀，这物理这么多8本，他们呢？他们还在你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的门都没关，快去。发了几本书啊？3本。我看见。3本什么书啊？语数英。嗯。你看这个袋子通了，是不是掉了？没掉。看到他们呢？姐姐和妹妹还没回来。嗯，妹妹她不敢和那个老师说。女儿也拉回来。女儿初一的书，七年级了，几本啊？7本。就你们发的少一点。我为什么只有3本？中国历史。地理，数学，这是英语，一是生物，学，好，来装回去。哇，你看，就3本，比你们小学的难多喽。你看自己看一下，嗯，难度标准。看一下数学，现在这些到了初中，我们基本上都已经看不懂了。嗯，我都看得懂。你连小学都看不懂，你还好意思在这说？啊，现在看不懂，但是中国有基础。来，你来，都回来了，就是你家小妞还没回来，你不去看一下吗？那肯定书多一点，背不动，快点帮她背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发了几本书？3本。可以走，OK， 应该快要开学喽。